刘莎莎，不动声色的九球天后，步步紧，步起来，步步紧逼的男神诱惑，技术过硬，这是一个花式表演。心态掌控，我告诉你，我练了很久，为了这次比赛，台球室里面已经待了半年。谁能一步一步通向成功？先恭喜你们已经是世界亚军了。做台球当然很厉害了，因为我有一个厉害的师傅，我的师傅，他有玉女棍法之称的周慧敏。我觉得我台球技术真的不错，有几招的，有一招叫大力出奇击，然后另外一招就是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设陷阱害人的。今天这两个选手你都认识吗？九球冠军嘛。你会有信心就是打败他们吗？肯定有信心，我们有这么多特殊的规则。四爷会打背杆，我觉得他等一下出的难题应该是让我们背杆打球。男选手我觉得骨质肌应该挺厉害的，因为他们里面都流行打斯诺克嘛。找到一张古巨基和塞尔比打球的照片，古巨基应该是我们的最强的对手。玉女棍法，想问一下九球天后潘晓婷，面对实力强劲的两位对手，你的心里有没有压力？什么招尽管放出来吧，今天要证明给你看，他们甭想赢着出去。今天邀来都是男神等级的人物，你们放马过来吧。今天我要让你知道，龌龊在你心中重新定义，但是在我这里没有用。请问一下，两位队长，台球真的 OK 吗？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我一定要赢。最好是不要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我不会再让他上场。小亚，你等着。来吧，冠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公不公平全看心情的仲裁何炅。今天挑战的就是号称四大绅士运动之一的台球。终结者队是哪一些非常有勇气的艺人朋友组成的呢？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首先亮相的是我们非常有气势的两位队长，亮亮、Ella。哎呀！OK， 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队员，我听说很厉害，对不对？他就是我们四爷吴奇隆。太帅了，太帅了！四爷好，龙哥好，好，潘老师好。不止这一位，对不对？对。在介绍我这位助阵队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哎呦天！我就是台球界号称隔壁小区锁杆王。我今天请来的这位队员可厉害了，他号称绿女杆法掌门人朱俊基。大家好，我是天生狙击古巨基。
问一下龙哥啊，我看你那个拿着杆出来非常非常有气势。是的。所以其实你是真的会打台球的，对不对？来的人都是会打台球。没错。你会吗？我会摆动作。摆动作。古巨基背着这个应该叫球袋嘛，这个是有来历的吗？我的师父玉女掌门人邹慧敏，他就知道我过来，特别送我这个武器啊。今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玉女棍法的古巨基到底有多娘，到底有多娘？啊不不，有多棒，有多棒，好不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都是九球小天后。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两位台球冠军，我们的潘晓婷、刘莎莎，欢迎两位。哇，沉静优雅专注，她就是集实力和美丽于一身的潘晓婷。凭借对台球的热爱和坚持，年轻的潘晓婷在世界大赛中迅速成长。2007年女子九球锦标赛决赛，她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成为中国首位台球世界冠军。2010年亚运会，她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九球比赛，并获得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球天后。刘莎莎，赛场下她是活泼可爱的邻家小妹，赛场上她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2009年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年仅16岁的刘莎莎一路爆冷杀入决赛，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上演惊天逆转，成为世锦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一战成名的刘莎莎延续着自己的辉煌战绩，2014年她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并于2015年成功卫冕，成为首个取得世锦赛三冠王的亚洲球员。你们在上场之前，我们这四位今天状态大勇。小婷，你会害怕他们的挑战吗？我比较害怕这种一惊一乍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尽量吓他们就会赢，是吧？莎莎会有担心吗？他们如果在你们比赛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啊，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很难说，年纪小，世面见的还没那么多，你吃过的饭没有我吃过的盐多哦。你吃的也太咸了吧。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环节，能力展示。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用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挑战下个位置雷克萨斯 NX 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汤臣配件联合特约播出。能力展示第一项，花式台球，两位谁先上？谁先来展示一个？我是我们队唯一的男生，我先上。请。哎，跟我一样哎。请。唯一的男生，你好，你好。好。没看过这种摆法，我也是。就说他造型师了吧，摆了那么多造型。现在呢，就是白球要击打一号球，3号、5号进中袋，1号进底袋。白球用高杆画一个弧线，把洞口的7号球撞进，然后8号、9号分别2个中袋。你是说球全部进袋呀？不但是全部进袋，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指定的袋，不同的袋。要来了，要来了。你看他打完那一瞬间，其实是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一点开心，但是在他脸上是看不出来的，淡淡的冲你们。内心戏比较强。对，没事没事，队员们没事，这种东西我们做得到，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我们不担心啊。来来，加油！我去先擦汗。
好，接下来是莎莎来一个，是不是？好，表演一个比较眼花缭乱的花式。好吧，眼花缭乱的花式。何老师，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艺人帮我扶一下那个球杆。哎呦，对，你特别喜欢的艺人，最喜欢的是谁呀？谁呀？亮亮，你觉得会是你吗？当然就是我了，那还用说？喜欢你什么？他喜欢我的所有的一切。哎呦，我天哪！你太讹了。艾拉会不会是你？我觉得一定是我。怎么说？因为他从小都听我的歌长大。龙哥，你觉得会是你吗？他家里的长辈应该是听我的歌长大的，所以他对我应该会尊重一点。好，我们天生巨基会是你吗？你怎么那么可爱？应该是。为什么？因为我。说得非常好，好，我怎么扶这个杆啊？我们请莎莎来揭晓，到底是要谁来帮你扶这个杆啊？估计这个杆，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看《情深雨蒙蒙》，然后当时姐妹们的男神欧巴都是叫一个何书桓的一个。你好。我应该做什么嘞？手放在这里就好，然后可能等一下会有球杖过来，你就手松开就可以。OK。对。哇，我的作用真的很大，我看得出来啊。就扶着杆。指头很重要，你表现得太好了，真的没有你他做不到。刚才一群人，全世界的人抽着空气，送送送，太傻了，都忘了。好了，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花式台球的一个展示。对，那接下来第二个能力展示呢，就是更加要表现他们的精准度，会用我这个非常小的道具。好，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来，我来做一个名字叫过山车吧。过山车，对对对。就是一号会进底带，然后七号跟九号都会进中带。怎么可能？听起来就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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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耶！哇！天哪，好像变魔术哦！好酷啊！如果我在电影里面看到，我就会。特别冷静的在观众席对着大屏幕说四个字，哼，特技处理。刚刚小婷跟我解释的时候，我还想说什么什么，他会打到几颗星什么回来，然后用这个轨道，亲眼看到他做到就很厉害。太神奇了。我提醒一下我们终结者队，你们的气势较刚才已经略弱了一些。没有。你是哪有？我们只是来看，亲眼见证这一切有多么的简单跟容易而已。好，好，接下来下一个花式依然由潘晓婷来给我们带来，好不好？把所有的硬币都打在杯子里。所有的硬币？就是看半分钟之内能够进几颗。啊。尽量的。好。角度，好酷啊！就这样他都进得去，这是魔术吧？哦！
叫什么？他是马里欧。马为什么？因为他是零钱币。谁来试一试好不好？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一起都试。你不要看你技术厉害，我们拼的是气势。龙哥，哎，快一点的，再大一点。哦，太大了，太大，用力过猛。捡钱呢？给个钱，钱我存不了。没有，尽量帮你接啊。真的没那么容易哎。当然啦、啊，真的没那么容易。所以可见他们的那个控制多好。是是是。哎呦，不要拦住我。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四爷，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对不起，对不起。哎，球嘞！没有球，要打什么、啊？哎，可以哎。再来，再来。哎呀，差一丁点了，我感觉。大力，大力，等一下，等一下，擦一下巧克。哦，巧克啊、哦，冠军帮我服务，谢谢你。你要教我怎么打吗？你要从后面环抱住我吗？你们两个搞什么？哦，抱歉，抱歉，搞暧昧啊。打高跟。哦，打高跟。嗯，对。再来，再来，再来，勇敢的加一点点力道。加油。何老师，下面我就要给他展示一下在打球之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什么状态？好，他真的很爱演。若有所思的表情。挨了的杯子还能再接的。我也是他。好，各位，玉女上场了。天生来了，玉女神棍。哎哎，可以哎，再稍微力道大一点，可能就有机会了。不是赢了，哦，我以为这样就赢了。说好的能力展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呢，我觉得我们终结者队呢非常的有气势。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比赛，我们的热身赛第一轮。热身赛马上开始，在热身赛当中呢，只要我们的终结者队获胜，就有机会拿到锦囊。万一他们拿不到锦囊呢？没有万一。听说你们今天除了终结者队这个本来的名字之外，还有你们的另外一个花名，叫什么？新的称号叫什么？男神诱惑队。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你们还是有女生的啊。没有，有原因的。没有，我们是男神经病诱惑队。 Yes， 男神诱惑队。 Yes， Yes， 神经病。 Yes， 艾乐，我觉得艾乐，你干嘛不跟我敲？我觉得你被贾乃亮说是神经病真的很委屈，是不是？他病得比你重啊。就是啊。对对，好，我们这边冠军队有没有什么表示？我们根本没走这根心。哦，不走这根心。对，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商讨这个战术。哦，对，用实力说话，对不对？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热身赛开始，除了有我的四位助理在旁边，这个跟我们一起来监督整个比赛的进程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位专
专业的裁判，我们有请非常美丽的潘小姐，有请潘裁判，欢迎你来。好，那我首先想请你预判一下《男神诱惑队》他们今天的气场。嗯，看上去还蛮厉害的嘛。我们都打得很好，都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锦囊。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呢，我们的锦囊依然是保存在我们360手机当中。好，我们热身赛的第一个项目呢，名字叫做奔跑吧口袋君。热身赛一，奔跑吧口袋君。在场地中放置加长球桌，双方队员在球桌顶端完成击球，并手持网兜迅速跑至球桌尾端，用网兜将球接住，单轮之内用时少的一方获胜。每轮过后，球桌将被加长，比赛为3局2胜制。奔跑吧口袋君第一轮，大家看到了这一轮呢，球台就这么长，第一个谁先上？还有我们的艾拉队长。艾拉队长上了，来，你确定吗？我怕他第一个就淘汰了，那怎么办？连球都不到那边怎么办？没问题的吗？艾拉，没问题的。舒缓，舒缓。好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活下去。最后拥抱的那一瞬间，两个人都记起了自己已婚的身份。来了，艾拉的挑战，冲了，冲了，艾拉冲了，冲了，冲了，冲了。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汤臣倍健冠军的座驾雷克萨斯 NX 联合特约播出。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赞助。艾拉的挑战，出发！1、2、3第一个被淘汰的是 Ella、啊、难怪贾乃亮叫我第一个，我就觉得真的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位选手，他没有成绩。那么接下来第二位选手 Ella， 你来指定。我指定莎莎。好，莎莎上场，莎莎加油。接住就赢了啊！也是，对不对？不要太快，不要太快。这个赛我是这样的。莎莎，你觉得下一个应该谁上场？哦，我觉得天真巨鸡，来亮哥吧。好，亮哥。哎，赌圣的音乐响起。小刀哥，反了，反了，反了啦，反了。预备，出炮！我懂你的点，遭天谴了吗？因为你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所以你眼中只有进洞，没有要从中间出局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不对？全世界只有何老师最了解我，
我竟然输给了我自己，我竟然输给了我自己，竟然输给了我自己啊！回来，不要再演了，回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恭喜，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绩。好，古巨基上场。对不起，还给我破坏道具。对不起，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好，机会。现在古巨基呢，几乎只打到了我们这个加长版的球台的一半还不到，实在太丢脸。现在提出申诉，要求再一次机会。小潘潘可以吗？当然没问题。古巨基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刚才的淘汰并不是失误，并不是失误。好，来，准备。哇！他真的证明了，他被淘汰绝不是侥幸的。我忘记拿这个，我忘记拿这个。接下来只剩下龙哥跟小婷两位。龙哥，我们这就看你了，男子诱惑队。刚才呢，那个球有碰到他的手，然后掉落到袋中。那么现在我们就想问一下仲裁委员会，这个成绩算吗？算。好，现在有了第一个成绩，我们来报告一下，成绩是多少？4秒88，非常好的成绩。没关系，还有你，看我了。哎呀，哎，冠军开始紧张了。这个也确实让他非常为难，他很紧张，我看到他太想赢了，太想赢了。准备。目前的成绩是我们终结者队1-0，把台球桌再加长一节，你们开始进入到第二轮的对抗，好不好？好。加长版的比赛正式开始，那么首发会是谁呢？又是我。好，又是你，不怕败。艾拉再次上场。好球。非常棒， Ella 有了成绩。看不见。Ella 的成绩是5秒36。5秒36，很快的，因为我们又加长了。好，接下来下一个要上场的会是谁呢？我来指定。你来指定。古巨基好了。没问题。速度非常重要，我们要抢时间。最重要要帅，要帅。古巨基加油，
勇敢的打。另外，记得拿网子，记得拿网子。好。我要这样回去。我们来请小潘潘公布一下目前为止古巨基的成绩是。古巨基的成绩是5秒65。5秒65，你慢过艾拉哎，慢过艾拉哎。我还是第一名。如果没有人慢过你的话，你还是被淘汰。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功。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莎莎小姐的挑战。莎莎紧张到球杆都不拿了。我比她更紧张。莎莎慢慢走啊，慢慢走啊，待会小心一点啊，来，好好打啊。好好打啊！我们男神的诱惑，对，男神的诱惑。好，那个路上的障碍物都清开一下。障碍物离开，离开。好，刘莎莎的挑战。慢慢慢慢慢，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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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变慢了，没有了，没有了。对，速度太慢了。有成绩就是好消息。好，刘莎莎的成绩是。刘莎莎的成绩是8秒整。八秒。莎莎就是为了凑个吉利数。哦，八嘛。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加油。贾乃亮上。贾乃亮。我觉得是这样，亮亮，其实刚才球网摆的位置包括球的速度都非常漂亮。对呀、啊、重点就是可能不能太嘚瑟。对。好，接下来下一个要上场的会是谁呢？那我上吧。哦，为什么不要他们上？先上的比较轻松一点，稳一点。对，不然的话越呆越紧张，是不是？对，压力会更大。好，我没有想到世界冠军紧张的开始要用战术。好，请上。我们来听听看潘晓婷的成绩是。潘晓婷的成绩是目前的最快，5秒16。他的战略成功了，因为他选择刚刚先打，所以他现在给你们时间上的压力，对，一定要保持在5秒以内，5秒以内。好，龙哥加油，我对你有信心。多少多少？4秒26。跟你
4秒26，各位亲爱的朋友，4秒26意味着最快速度在终结者队，所以这一轮还是你们赢。好，现在艾伦呢选了中间这个锦囊，斗转星移。这个锦囊的使用就是把对方也许已经遥遥领先的颜色的球换成你们这边的。我最喜欢这个锦囊，这个好，这个好，恭喜我们的终结者队，恭喜。天神的台球，这个放大版的巨型的球台，上面的台球呢是我们用保龄球做的哦，所以它非常的重。但保龄球对我们来说一点优势都没有啊，我们两个虽然是女汉子但还是女生啊。一是你们只有两个人，这本来就是劣势啊。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要请我的另外两位助理把球杆拿上来。啊，上球杆。这什么呀？天哪！这好像金箍棒还没有变小之前啊。对对对对，我来问一下啊，这个，哎呦，我上去这台子显得更大了。这很沉的实木吗？对啊。哦呦，天哪！幸亏你们有两个人，因为中间如果有的动作不好做的话，你可能要用整个人来做球台哈。接下来呢，有请运动员上场。热身赛二，天神台球，在场地中放置巨型球桌，双方使用同比例放大的台球和球杆进行比赛。冠军队由潘晓婷和刘莎莎两人出战，终结者队将不限人数。比赛中，率先打进三个球的一方获得胜利。来来，球杆给他。你们开球是吗？哎呦，哎呦，你们开球是吗？是的。艾乐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在球后面？搞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了，忘记了。他只是为了摆 pose。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这样这样才对，这样才对。别动啊！比赛开始。二。好。好，换你们。聊那个，是我啊。一、二，好了。真哇，真哇，球都没打到。没有。他那个岂不是很好进吗？哪一个？这个。10号。10号有戏，对不对？那里也是错的啊，你在白球前。10号应该往那边，你在这。真的哦，好的。他有跟我一样障碍。是是是，我们的两个队长都是属于特别热情的，但是智商。贾乃亮用的是脖子这个位置。动啊动。撑住啊撑住啊，使劲使劲。有机会耶，该我们了。走了，差一点点。一二三三，交一下，快点快点，拿点钱给他。来来来，我在这边。那你过来一点，太近了，离球太近了。哈腰哈腰。还有，继续打继续打。那我把15的做到洞口吧。好好好。腿是吗？现在开始，艾拉又奉献了自己第三个部位作为球架。去这儿！去了去了去了！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停！啊！好险！看看看看看！好打好打！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冠军队非常好的机会了。1、2、3。
行，他们打不到。我们来个翻带吧，十五翻带，帅一点。十五十五翻带，肯定能停在那个中间了。太薄了，太薄了，打到五号了。啊，太薄了，太薄了。翻！别！哎，可以，把打四吧，打四防守，打四直接打进了。好，现在轮到冠军队。一，往下。快了吗？两个球就赢了。对啊，三四四。哇，压力好大。你不是，你确定吗？你这样不行啦。这样。啊，对对对。再过来。小心不要碰到球。再过来一点。不要碰到球，好。不要辜负我，听见没有？天大的好机会。一、二。而且现在定的位置非常适合打十三号球。贾乃亮，你又趴错，该我了，该我了，我来趴。这边，再往后一点。好。再往后一点。好。再平一点。你说我再平一点吗？如果这一球能够进的话，明星队又拿到了这一次的锦囊。靠谱。等一下啊，一、二。三啊！我们赢了！大力出奇迹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锦囊到底是什么内容。一二三，神兵天下！今天将会有台球神童加入到我们终结者队，来为你们助一臂之力。这个时候有什么话想要对冠军队说？如果真的不小心把你们击败了，你们还是世界冠军啊！但是总是要让我们赢一次吧！真的要小心，我们来者不善。哇！为了这次的比赛，我跟古巨基我们在台球室里面已经待了半年多了。刚才就不是我们的强项，真正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先恭喜你们，你们已经是世界亚军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冠军还会不会是冠军？到底我们的终结者队是不是可以终结冠军的头衔？马上开始我们的正式比赛，挑战自己，来吧，冠军！众所周知，台球是一项绅士的运动，主要看的是什么呢？气质。今天就是我们组合改变历史、创造奇迹的时刻。是，相信我，因为贾博士呢今天请来了这么多可爱的道具啊，这为了这个呢，我基本上茶不思饭不想，甜心我也不带了，全部是用来对付这些冠军呢。你跟龙哥一个组，我们俩一个组，俩俩一合。干嘛？被拖累啊！我可以一局用五个宝贝吗？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尽情的使用，没问题。而且我也是你的宝贝。这个会无法开了，我。抱歉，我刚刚情不自禁了，再来一次，继续。我说到哪儿了？不要，没关系。我觉得热身赛的时候给他们锦囊，没有锦囊就不好玩了。我们正赛的时候再加油。你要是能把火龙果打进去，我连皮儿带瓤全给它吃了。哇！来了，过去！超越自己，来吧，冠军！正式比赛开始，有请双方运动员上场。
首先将是由终结者队来发表他们今天的战书。众所周知，排球是一项高雅的运动，主要看气质。不过今天我们将本着无赖不爽、公开求助的原则，霸气出场，出杆惊人。我代表我们终结者队男神诱惑组合向二位冠军发起挑战。这是我们男神诱惑组合创造奇迹、改变历史的时刻。 Change the history, create the magic ticket。 来吧冠军，来吧冠军，来吧。也问一下我们的冠军目前的应战心情如何。挺期待这场比赛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好的，请在我们的应战台上印下你们必胜的手印。接下来比赛即将开始。首先决定开球权，派出我龙哥。沙龙组合。沙龙组合。One, two, start。哎，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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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你啊！没弹，哎哎。天哪！哇！他控制的真好。好，那这样莎莎来决定，你们发球还是对方发球？我自己开吧。自己开球，完蛋了。答应我。那还玩什么？不要打完它好吗？拜托留个几颗让我们打打吧。允许自己在第一局比赛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好吗？不要当作是自己职业赛场上一次努力的拼搏好吗？谢谢何老师。不是不是，你们是很优秀，但是因为他们优秀到已经可以清台了。你说他们一开球打完了，第一局结束，好，第二局继续开球，哇，第二局结束，谢谢大家，冠军仍然是冠军，兄弟，对吧？是不是？ OK， 男神诱惑队请坐，请坐，观看表演。好，那么是由我们的冠军先来开球。花式九球，比赛时在台面掷球点摆放九个不同号码和颜色的目标球，开球选手在开球线后自由选择开球位置。每局开球后，双方选手需按从一到九的顺序将目标球击打落袋，最终打进九号球的一方赢得此局。第一局比赛开始，由莎莎开球。球该我们两个了。一号在哪里？在这边。你要怎么打？你先打。只能打前面，对不对？还是你从那边板打过来，可以吧？四爷会打背杆儿。哎呦，好帅，好帅啊，四爷！我是策略王啊，该我了，二号。我可以问一下冠军吗？请问一下，我应该击白球的哪边？问一下嘛，讨教一下嘛。中间偏下一点。中间好，那好好好 ，OK， 太棒了，谢谢。没有大问题，没挡住，拿到了。哎呀，对不起，我总是拖累大家。我就翻袋，翻袋的。小婷在击打这个球之前，跟莎莎示意了一下，等一下球要停的位置。
配合得非常好。进了。糟糕！哎，糟糕！啊，都被挡住了。四爷，你都敢斯诺克？帅帅，太帅了，龙龙。我只能截到他而已。这个做的角度非常刁钻。哎呀，太强了！希望他们发生意外。我们要用都在洞口，都在不着急，都在洞口排队。是两个球。左手啊，他左右手都行啊。他用左手让我们，这侮辱人呢。哇！别打，别打！知道我没打，忍住，你忍住，你忍住。什么道具？迷你球。好，使用了迷你球，就是会把我们母球、白球换成一个小 size 的。到底 size 有多小呢？什么鬼啊 ！I'm so sorry。关键裁判还在很认真的再去用这个东西。裁判真的很专业，裁判也笑出来了。好。我们打完之后，对方也是用小球打。当然不是，哦，太天真了。为你服务。道具当然是设计来献给冠军们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们没有进，他们又换回那个正常的球来打，这还只是开始。我刚才看了那箱子里很多妖魔鬼怪的东西。是啊。祝你好运。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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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龙哥加油！龙哥会来。龙哥龙东强，怎么了？你又要爆他的脸了？坚持。好了，很碍眼，浪费我的时间。我本来会进的，但是这样我就很难进了。我真的越来越觉得亮亮是你们夺冠路上一大阻碍。就是啊，一片乌云呢你。你们能不能等这个球停下来再喊上道具？不能停，不能停。用哪个？特殊障碍是什么？请原谅我们的 baby。吃一瓶蛋白粉也是一个赤裸裸的植入。嗯。往哪放呢？你好聪明哦！咱们不要这么残酷，不要这么残酷，就给你放这儿，能怎么地？
他还是会进的。你们不能这么残酷，应该放这儿，这样比较好。干脆放这里，对不对？他还可以打这个跟打那个，难说，这是角度难。我这个好，这个这根本看不到目标球在哪里啊。是啊，所以他是障碍啊。打那个桶，当然可以，可以打那个桶，可以打桶，打桶，可以打桶，对，我就跟你说放洞口吧你，啊，给他打桶吧，好，给他摆，让你打桶，如果你打进了也算你赢，啊，我就是有那个志气，好，清洁打，谁认识的？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用道具了，我们不能那么卑鄙 ，Oh baby，Oh baby，baby，baby，Oh。现在唯一的一条路，打击桶，让桶的移动去把九号球触进去，看有没有可能。出锦囊，要出锦囊了！我要出锦囊，我把阿拉换过去。没有，你也要问我们愿不愿意？小你帮了那么大的忙，他还不要你？你应该要我才对。好，现在呢，我觉得在终结者队又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团队内的团结问题，他们的团队默契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四对二还是三对三？没问题，没有。终结者男神诱惑队。加油 ！Yes。好，这个时候进入到第二局，就是要打我们的美式台球了。美式八球比赛时，在台面掷球点摆放不同号码的目标球。目标球分为两种花色，每局开球后，双方选手根据落袋情况选择本方花色，并按指球定袋的方式进行击打，将本方目标球全部击落后，方可击打黑色八号球，击落黑八则赢得此局。接下来的比赛，明星队开球。稍等，有需要道具吗？现在不需要，现在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停打。OK。你们先开球，来。谁开？谁输了谁开。一二三。你输了。你开，命中注定。好，我开。好球，一定要进。没有。好，没事。接下来，由冠军队表演。青苔，别这样，我们有洗衣机组出动，自己带够下吗？我觉得14底袋可以打吗？不够啊。他们一点都不受我们影响。对，打5了。祈求意外发生。我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
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就搞了这么一个。古巨基开球。刚刚发生什么？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母球进去了。好，现在轮到冠军队。一号、七号、二号。行，可以。Oh yeah。八号最后，艾拉果然是自己人。对，八号打掉我们就赢了，谢谢你。天哪，一直搞不清楚规则的人。我会给你个小球打。漂亮。好，现在轮到冠军队。就打十三对吧？对。心有点痛。没关系，快了，我们就快等到那一刻了。太漂亮了！嘿嘿，还有条，停！要道具，你很快，好快哦！小婷不然说又停在我这儿，没办法，他叫小婷嘛，我们就小小停一下啊！啊，什么道具？兑换。斗转星移，乾坤大挪移，高换花色，就是你们还必须把剩下这四个都打完才能打八。啊！哇哇哇！啊！我刚才跟他解释清楚之后，小婷如释重啊！哦，完了，我们还可以用锦囊，最后一颗黑球还可以再用啊，还可以再用。好，现在轮到冠军队。我觉得我们显得很慌乱，然后他们两个异常冷静，而且重点是你们一直也没有打球。真的吗？用水果球，这次道具叫做水果球，将会是什么水果呢？我一个问题，这个火龙果的这个大小能不能进袋？完全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辈子会有个时间研究一个火龙果怎么进台球袋。裁判要拍一下。我们的裁判做了一件他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莎莎，你要是能把火龙果打进去，我连皮带瓤全给他吃了。真的？以后我就改名字，我叫不叫贾乃亮，我叫贾龙果。贾龙果，古巨基也不叫古巨基，都叫古龙果。
陈龙果、吴龙果，我们是龙果组合。因为水果球已经上来定位了，所以他没打下之前，明星队也得打这颗啊。他们也得打这个，那好啊好，我们就往里打好了。火龙果底带，火龙果底带，火龙果底带，来，又喷口水。好，要微调位置吗？其实就这样也可以，这样就可以是吗？我们就不要动了，帅气。因为怎样都不会进。错，我要向事实证明它是可以进的。哎呦呵，还给甩带给我们，对，还想甩带给我们。好，现在假龙果上了。加油加油。哎呀快点快点，有机会。男神诱惑组合终于扳回了一盘。何老师，我们刚刚私底下非常激烈的讨论，讨论一个什么结果？因为我们道具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就算我们使用道具赢了这一局，接下来就得平打，所以我们赢的胜算非常低，就是没有嘛。对，不，就很难嘛。所以我们想要非常非常厚颜无耻的提出一个请求，就放手一搏，就这一局定输赢，定输赢。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如果这一局你们输了就是输了，但是如果你们赢了也算是你们是冠军。对，可以吗？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公平。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尊重冠军，要尊重冠军。这个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过分。我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亲爱的朋友，是的，您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公不公平全看心情的节目。没错，我们场上的规则果然又进行了柔性的调整。现在我们场上情况进入到最后一局，变成是决胜局。这一局不管谁拿下，谁都是今天的冠军。没错。好，比赛开始。第四局比赛开始，潘晓婷开球。哇，没有球进来。我看打全的好还是打花的好？五号地带。五号地带。对。啊，好。差很多。把花的打进去了。进了，那这样算吗？只求打带。好，现在轮到冠军队。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使用道具。脱木杆。又扫一下。好，现在世界冠军为我们展示的是居家贤惠的一面。你觉得你们抹一个枪粉还有何用啊？好，来了。哇，画面好诡异。奏效，奏效。来，该我们，该我。不行，没打。我想你打球，你打哪里？好，刚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老，对不起啊。
其实你放心，莎莎，你们队最大的道具就是他。不够长是不是？因为它是弯的。啊，是弯的。所以我想比一个直一点的。这是我连夜给你削的，我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很不舒服？现在世界冠军在交换拖布，现在是他们拖布时间的第三杆，位置给的也很好。两次，龙哥靠你清干净了，就靠你了。龙哥一定要乘胜追击啊！不是双打吗？哎，龙哥，好像换艾乐了耶。哦，对哦。哦，对哦。Oh, no. 哦，对。I'm so sorry。应该是我说这句话吧。我要打哪一颗？这个比较好打。15号。好。现在轮到冠军队，最后一杆。好球！好球！我可以拿我自己的球杆了，对吧？来，等会儿。好。用道具。这回要准备的是弹簧球杆。它不是直的。它不是直的，它是弯的。轻轻往洞口推吧，我觉得会不会打到目标球都是一个问题。有影响。哎呦！来我。好的。非常棒。一颗球都没碰到。自由球。弹簧杆的第二球。莎莎，你丢了东西啊！我们聊一下吧。你跟我聊吧。莎莎，你跟我聊吧。发现你们只敢惹莎莎。哎呀！哇！哎呀，没有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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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因为你打完之后就他们了。啊，我现在心脏有点痛。你痛什么痛啊？你轻轻的碰他这一球的这边，然后让他两个球都留着挡住。不行，他没有这个技术。我们可以把位置架好给你，你只要轻轻的往前。推就行了，这样确定好，确定好，可以挡住我视线。你要什么视线？你慢慢推出去就行了。安静，来准备。轻的轻。轻啊，太用力。我很轻了。第四杆。危险啊！
球肯定能进，你要想到给艾拉留球好不好？好嘞。哎呀，你不但不给他留球，你还给他做了一杆球。艾拉，我让你这杆直接进袋，信不信？好，听我的，来。好，他画线。对，一打。我看到那个线了。你的母球的边要碰对着这个点。好，打这个位置。好，一个认住。好，身体要直。Yes， 很像了，很像了，只差这么一丁点了。没事，他用弹簧杆，我们还有机会。有。弹簧杆的最后一杆，莎莎加油。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 Live 冠军。本节目由更鲜可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安全更安心，双摄更出色。本节目指定手机360手机。证明冠军依然是冠军。那首先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冠军在我们的镜头前留下你们的签名，有请。对于女孩子来讲，做久了运动员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每天练球的时间可能是在12个小时以上，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除了台球好像不知道该聊什么。潘晓婷是一个不管在场内发生什么事情特别老练的超高技巧的九球皇后。我记得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我手的这个地方都会磨出茧子，然后会出血，吃住都在训练馆里面。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是挺枯燥的，但是是必经之路吧。我的感觉，这个运动能把大家朋友之间的感情聚在一起很好。自己回去真的找个时间稍微再练一练，打一打，其实还是挺好玩的运动。对于他们这种不服输、敢于挑战的精神，我是觉得是我们的体育精神。谢谢，来，掌声给我们的潘晓婷、刘晓晓。各位亲爱的朋友，下期节目再见，超越自己，来吧，冠军。苏炳添、谢震业、莫有许、张培萌，我感觉我在洗澡、啊。太催你了，感觉。哇，单腿！我单手。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PPTV 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新蓝网、微博、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新浪体育、搜狐体育、网易体育、虎扑体育、人民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粉丝网、大公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一点资讯、拉格尔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百度贴吧、百度百科、兴趣部落、快手、搜狗输入法、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等平台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